我们在音乐中坚守光明，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答案，而生活的经历让你领悟，只有历经坎坷才知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侃爱会聊的小柚子，又到了小柚子给大家带来美好音乐的时刻。说到中国内地的组合，大家一定会想起凤凰传奇。作为中国老牌的组合，也是有着不俗的功力，但最为可贵的一点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十分融洽，无论低落到曾经的辉煌，都没有传出单飞的绯闻。一首首经典的歌曲是脍炙人口，简单的词，通俗但不低俗，独特的演唱风格也是在演艺圈独具一数。话不多说，一起来欣赏他们的表演吧。我要策马奔腾向你怀中，解开思念的千年的梦，穿越茫茫云海，难敌依旧，马蹄响起，心事瞬间消融。说到凤凰传奇，大家一定会想到九月奇迹这对组合，同样是男女搭配，不过九月奇迹却是一对夫妻，自然默契程度也会更胜一筹。不过九月奇迹组合虽然出名晚，但也靠着独特的弹奏方式，也是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爱。听完大家感觉是不是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？欢迎评论留言说出你心目中的组合。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